3月14号晚上，大概7点，6点多7点，19点25吧，19点25，7点半，2022年3月14号。2022年的3月14号晚上 ，University Parkway。Riding a bike here on the road.上坡，这个上坡好费劲，后面是这个样子。破碎的硬塑料灯，汽车灯啊什么。